哥的城市并不多了哈，总共其实只有11行而已。OK，现在蛮少的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run 一下，分割，最后把它删掉。哎，有没有要恢复了？OK，而且分割完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里面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哦。第一个的话呢，一样哈，我们去开那个档 o 点 tst 开起来有没有？然后并且利用什么 read 的方法，read 就是把它全部读出来，然后放在一个字串里面啊，不是像 realize 哦，realize 是全部读出来丢过来就是一个串列哦，它不是，它是丢全部读，然后放在一个字串哦，所以 s 是一个字串哦，OK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哈，因为我要记得什么？记得将来那个我找到什么？找到那个两个换行的位置，所以我前面有个 p 的一个这个变数。那这个变数主要是我要从哪个位置开始找？我从头嘛，头就零嘛，哈。啊，找什么呢？哎，特别注意哦，我们这边哈，while 逻辑就是当什么？当这个不等于负一。什么叫负一呢？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用 find 的方法，假如说有找到两个换行，那它就不会是负一。可是当你一直往下找到没有了，它回来就是负一。但有的话，它告诉你说啊，在哪一个位置哦？OK，第几个字的意思啊？不过字从零开始哈，那所以呢，这边的话，接下来我们就做什么？FW，哎，我要写出去，写到哪里呢？写到一个档名嘛。我讲过啊，哎，那个档名怎么抓到？有没有发现 S P 加15，P 加17，那因为 P 是从零开始，那15是什么？15就是三重那个嘛。我刚刚不是说数给各位看一下，所以其实刚开始还是要数啦哈，因为没有用数的话，真的不知道说那个位置在哪里。哎，其实他刚我刚刚已经用分割了，这个跑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哈，我再把它分割好了，那再把它合并回来，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哦，刚好刚刚那个 O 里面的那个第十五十，哎，这个是第十五，就是从零开始吧，哈，零到十五，然后我要取这两个字，帮我当成档名的话，那叙述的方法特别重要，这边有个蛮特别的叙述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 S。有没有中括弧？哎，字串哦，如果你要取字串的哪些字哦，可以用这个方法哦。字串的第几个字？第 p 的话预设零嘛，对不对？零加上十五，那还是十五。意思说从三这个字，然后冒号的话呢，到十七，哎，其实十七就是停止的位置，所以它会抓15、16，就是三重两个字，哎，刚好做什么？就是我们档名嘛。那档名后面再加上什么？加上副档名比较好。哎，点 TST 有没有？所以这一串哦，关键的地方，这我想出来的哦。OK，这真的是自己想出来，一定不会跟别人重复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过哦，这有些时候还是要，因为我习惯哈，就是说抓哪一个字嘛，15、16写成这样哦。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抓某一个范围的资料，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写。而且跟各位讲哦，像这个范例，你也可以把它改写成类似像全文检索的一个小程式，因为这个我以前写过，就是档案型的全文检，比如说你一堆档案里面呢，你想要找某些关键字，写法跟这个一样，所以我是把以前写 Java 或者写 VB 的逻辑改成用那个 Python 写，只是以前写的哇，我看到以前用其他语言写的好复杂。现在用 Python 写，感觉清爽许多。OK，哦，以前一样的逻辑哦，可是写出来程式变短了。哦啊，这个也是以前写全文检索的程式，只是说不同语言写出来的哦。啊，逻辑 OK，所以这个应该知道吧？就是我 FW 这个物件是要写，然后呢，再来就 write 啊，write 的话就写出去。写出去的话呢，我要跟他讲说，我要从哪一个字到哪一个字？从哎，所以特别重要，三重这个档案中 p 多少？p 零嘛，预设零，对，从头到哪里呢？到找到冒号的话，找到位置，找到那个什么呢？双引号那个位置的地方，然后帮我怎么把那些字把它直接选起来，然后呢，我就直接把它 write 出去。所以 write 出去就是三重点 tsc，就从
零到找到位置的地方，哎，全部写出去了，这应该 OK 吧齁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后面就有一个什么呢 ?S, 因为你这个 P 的位置不能一直是 0, 如果还是0的话，它找到下一次还是三重，所以势必怎么样，必须从什么找到的那个位置再跳两个字，因为两个那个段落符号。所以呢，我的写法是 S, 好 ,find,S 点 find, 去一样去找这个两个换行符号。但是呢，这个 P, 齁，这个 P 的位置必须往加2的意思说，请你再从找到的那个位置往后两个字帮我继续找。所以刚刚比如说我找到这个没有，最后三重这边找到这里，这个跟这个，请你从这边开始了。所以这个 P 齁，现在假如说是200好了，他就从200开始找，诶，他又找到下面的，有没有，他一样的方法又再圈起来，再换下一个，再圈起来，再下一个，再圈起来，就一直把它存档。所以基本上的话呢，我们特别是这边多一个 close 啊，因为如果没有 close 的话，它没办法 remove 掉，所以这边的话找，然后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，直到等于负一为止。那为什么负一呢？因为已经往下了嘛，找到最后的没有了，它就离开了。OK,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大概程式是这样啊，不过其实写得很精简，但是好像有点可能需要再了解一下齁。然后最后把它 demo, 啊，最后记得哦，这个 close 齁，在这边如果你没有加的话，它就没有办法 remove 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档案被载到 memory 里面，记忆体里面齁，哦，如果说你没有把它 close 掉，你 remove 就会发生错误齁，哦，所以这边为什么会出现 close 齁，啊，主要是因为这个没有 close, 没办法 remove, 啊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基本上齁，哦，分割。所以这个把它执行一下，各位看一下，所以这个执行跑一下，哎，跑，这个就 OK 了，并且齁，哦，帮我把什么，把那个就是这个 O.TAT remove 掉，然后最后显示呢分割完成。那你就会看到什么呢，三重一直到丰原又恢复了。